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台莲兼酸甜》的节目。我是节目主持人吐血法师老一点哈。哎，这个部分已经讲到吼，这个虽然是兼酸甜这节目，尽量要较生活化哈，啊，不爱讲遐侪政治，但是呢，这个难免吼，因为即卖你讲的物件是叫做学习哈。啊，我讲的学习，不是干咱人的学习哈。政党、国家、民族，同款拢学习哈。啊，即嘛目前你讲的吼，咱顶铺讲到什么抗战队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中国共产党其实开始是讲啊歹听，哎、欸，有那，哎、欸，吼、哦，一个新的主人，但是去用推甲，有那，吼、哦，走头无路，有那用咩去用瑞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伊、欸、情况未比台联较好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必须台联。啊，我那个带人兼生，你虽然是吐血法师哈、哦，是老一点本人，但是呢，咱的节目是为着要开开玩笑哈，啊，调侃啊，用啊较刺鼻点的哈。好，那么，哈、哦，讲一该一当拿酸料哈，我当做着主席无几个，无一两个月，啊，一该去上民视的节目哈。好，啊，我伫遐讲了反中国的理论哈，反中华民国，反中国，那个周易课啊哈。这个其实嘛，我讲实在是到底是哪的还是哪，我嘛搞不清楚。但嘛，什么为了政治，但伊他伊国家观念都拢跟咱了无共的呀，哈、哦。对啊，伊咩，但是有诶，咱最爱听，但是可，哈、哦。我伫遐咧吐槽中国，哈、哦，吐槽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哦，伊说，错，都看未起，老一点看未起，大一点，你的口气。你们跟人家讲什么？你们现在是2%多而已，2%，嗯，那2%了，2%，哦，2%我知啦，2%那30万票呢，啊、哦，民主席呢，毛泽东伊说，像我现在是无个印象，想靠，哎，记者哩吼，就靠遐，共产党了，你袂上独揽的，哦，个记者哩，咱即嘛是记者哩，是要学习，哦，毛泽东剩1000人。无挂久20单，我天下都伊啊！人都唔是问题，是你的主张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你的信徒、你的支持者有把你的主张当作像上帝支持的这个圣旨，安尼落去执行无？对不？那有，我来讲，人数不是问题啊！毛泽东这里就是啊，井冈山啊，井冈山去灭是民国17年啊。民国23年，向拍一个走头无路，走对延安，吼、哦，前后走5-6冬啦，吼、哦，走到延安的时候，哇，嘛是要死，吼、哦，但是伊的战略对，伊论述是对的，吼、哦，讲伊甲所有中国人讲，啊，都已经日本人来推中国推甲呢，啊，已经嘛挂一地去啊，吼、哦，这个9·18事变已经东三省的。已经向切去变满洲国去啊！过来，日本人搁入来这万里长城以来，包括河北、山西这边拢已经哦，啊，搁这内蒙古已经拢成立新的政府啊，还有冀东政府、冀东什么外国政府、防共政府什么外国政府哦，一定要让姓姓独立起来。我这个姓，还是无听中央的哟哦，还是讲中央跟日本强敌哦，伊伫河北、山西这个。南蒙古才已经拢做新的政府去，这中国的国土已经伫要强抢了啊！啊，你搁伫遐反中，搁伫遐剿共，你无爱抗日？哦，迄阵毛泽东透过伊伫全中国知识分子内底咧传的这个哦，知识啦、报纸啦、册啦、理论，就是咧讲这啊。啊，我问你啊，这听得落无？听得落呀？嗯，啊，这靠妖，那毛泽东伊土地改革，伊要互做产的，哦。阿毛泽东对遐开始，伊嘛转变方向，伊转咯。哦，本来我讲过，伊伫这个，伊伫开始的时候是真正打土豪分田的这地主，甲你分好啊，20家，你剩1家尔，19家要分哦，分兴人家佃农哦。你无够，唔拖出来清杀，割掉，清杀断头哦，断落安尼，因为脑浆像咧豆腐啊喷出来哦。惊一个大家，所有伫边仔看，大家四四准咧，这套国民党足够，228都像安尼开台湾人诶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那个，但是惊无啥会出来哩，吼、哦，伊这个斗争地主这套吼，因为安那讲斗争，惊无啥会出来，足简单的原理，吼、哦，地主的阶级，因的
囝儿时势吼，拢有读册啊，啊读册拢变知识分子，所以知识分子是较挖地主的啊，吼、哦，啊你用的这个办法，现在国民党迄种，有哪招未少军队，未少将军，未少这个读册人，就是甲这关的，啊，这种地主的后代的这个囡仔，啊读册有读册。啊！阮兜去哦，共产党斗争土地可能会无去，有诶是已经无，有诶可能无去啊！阮一定来投靠蒋介石啊，第一种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国民党啊，等于共产党出现了哦，那愈来愈有合法性啊！所以一寡军阀不得不靠，然后挖对，现在军阀无去挖，挖毛泽东是挖蒋介石，这利益，蒋介石利益甲军阀利益斗做伙啊！哦，但是这个物件。毛泽东开始沿路走，吼，所谓两万里长征，然后走对这个湖南啦、四川啦，走西康啦，吼，慢慢比西康远，吼，走到延安、青海、延安哩，伊嘛有坐来想，到遐这武器出来吼，啊这对啦，佃农有影足可怜，但是佃农都无读册，那读册人拢地主的囝较济啊，到遐这，吼，啊这。地穴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传声筒，地穴文字的心若向你，你虽然现在势力无够，但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势力就你的啊，安听无？毛泽东开始改变策略，伊安那来啊，创什么？创民族主义，蒋先生啊，你安尼规工咧拍阮共匪，啊拍咧啊，你搞了，啊你日本人安尼一直占遮，占一地遐，占一占到已经都拢得无去啊！哦，啊咧，你敢有升一个总统？你是日本人的糟糕呢？啊、哦，来哈、哦，这个俄语作简单，这是报纸哈，较认真写的哈，啊较认真看的。啊，事实蒋介石嘛是安尼咧创的，就感觉伊感觉日本人不是威胁，哈、哦，日本人至少会让伊统治万里长城伊咧。这包括美国的情报，一直甲。七事变就是卢沟桥事变是美国拢要有情报讲蒋介石其实有可能吼、哦，日本也要让讲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你也卖吵吼，啊，我也卖阁甲你拍，万里长城以来，互你通知，甚至后来无较细地，吼、哦，中原地区甲切掉中切开，吼、哦，东半部是汪精卫互汪精卫管，吼、哦，汪精卫就是已经伫南京咧，你要顶就有讲。嗯，你说中华民国有三个政府呢，不是两个尔，不是即马什么一中各表，因为一中三表。这吼、哦，中国时代，哦，拢骗只怪干的，那讲实在吼，那历史就安尼啊。汪精卫伫南京有创一个政府啊，哦，伊甚至连旗啊拢一模一样，甲国民党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拢同款咯。警察边啊又挂一个庆，哦，庆空金庆。安尼也嘛是中华民国，迄个佫加上这个共产党，当走到延安的时，吼、哦，因叫做中华思维，爱讲迄个，因用另外一种机也无讲，靠，遐就三国啊，三国演义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吼、哦，要开始抗战了，的进程，吼、哦，这个共产党接受，因为苏联伫后壁指示啊，这毋是跟毛泽东无关系啦，苏联讲，啊，是啊，毛泽东爱听苏联，靠，遐伊就一起的，吼、哦。咱政治就无讲，包括伊伫这个乌南暴动失败，走入去这个江西时，靠遐迄枪，伊送予王佐、袁文才的枪，黑马苏联来新式的枪，伊都拢苏联伫后壁，你甲饲要甲饲大汉，啊苏联是爱要饲大汉，伊就是伊的论述，伊的理想，就是全亚洲，甚至最后欧洲，全部纳入去苏联，全世界敢若剩一国，就是苏联。苏联这个名叫苏维埃联邦，你每一国拢是共产党创出来的这个，吼、哦，苏维埃的，就是人民会议的意思啊，哈、哦，人民会议组一个叫做国，哈、哦，啊，一开始，哦，咱大家变大，啊，我是老大哥，所以我出钱，啊，恁拢变咱的国，一开始拢变大。哦，啊，后来怎连国拢无，全世界拢变成共产党的天堂，因为理论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听无？来靠呀！毛泽东嘛是苏联思想，什么靠民族主义，免你去死啊！民族主义，真个乱管啊！台湾这唔知死还是通派，啊，都好，哎，我这民族主义，大拳头母带来要装假呢啦，什么民族主义，吼、哦，这都爱拄着歹人啦，哦，恁别甲你假死啦，吼、哦，恁别。
台湾就是有人，唔是无人啊！会绝对要甲你解释，安尼啦，哎，出这伊就惊死尔啦，啊，无就美国，拳头要比国较大轻哦。你要甲台湾扒一个变白痴，美国怎比后壁佫开佫开咧？你怎啊变黑痴？啊，就这台湾唔是靠周边的国家有拳头要大咧，讲啊，就是靠台湾家己要有实力，家己要有意志，哦，要对抗到底，哦，这个空中保台。代人为品牌，哦，那变成政治宣传了呢，哈，跳动跳动哈。那么讲来到这哈，怎么讲遐长的历史是咧讲啥？就是讲其实中国共产党伊若讲吼，伊的学习是全盘对苏联甲俄嘞，我讲包死的，安那？中国迄阵无工人足少呀，哦，伊若看大概读迄个迄阵啊历史你甲读吼，中国甲迄、那个，哦。1920年、1930年时代，全中国较有工业的所在就敢那三位吼、哦，就是上海、吼、哦、武汉以及广州这三个吼、哦，这有算都市啊，哦开始有都市化哦，啊这真卡人走来做工啊，早期迄工啊人咪像即卖还佫了会使呢，还艰苦个，啊薪水足低吼，啊农民都上到要贵咧，来市内做些工嘛好，啊伊会当发动呢。暴乱啦、啊，暴动啦、啊，拢是一挂城市，例如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拢拢啊，包括毛泽东伊家己伫长沙发动的暴乱，吼、哦，伊嘛拢农民为主体啊。这点毛泽东伊伫学习的过程，伊发觉，这甲苏联就无共款啊。苏联人伊去暴动是两种人，吼、哦，一种是啥？一种是工人，伫迄个时代，伫苏联迄个俄罗斯的时代，吼、哦，沙皇的时代。已经伊个各大城市，包括圣彼得堡、莫斯科，吼、哦，啊一寡重要大城，已经几啊百万人的工人，中国迄阵啊，反正无超过200万的，吼、哦，俄罗斯迄阵啊，至少嘛有几千万人的，吼、哦，工人啊，佮工人伊阵啊，因为列宁的长期的经营，吼、哦，地秀分子作势已经挖伊啊，吼、哦，毛泽东伫这个中国伫井冈山的是坦白讲。中国的知识界也阁无啥人同情伊，我讲个啊，知识界大部分拢地主后代，那会去同意啥物？啥物要清算斗争，要甲地主哦赶出去，也是甲地主的土地摕到啊，摕来分予大家佃农，那有可能同意这個？嗯，知识分子嘛无爱靠农民，但是伊知影吼，农民这项是依早，哦，古早这个俄罗斯无的物件，就讲这农民这算。有淡薄你啊，凊彩讲人就听我，听我靠腰，啊我做规年通天做个要死，吼、哦，啊啥物爱分五成哦，地主我才提五成，那是无合理啦。啊，过来，啊这个制度一直落，我子孙啊嘛是安尼，未出脱啦，做产未出脱，做产拢替别人咧做呀。啊，这地主家己大家享受荣华富贵，迄某拢娶几下个，哇这电影叫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这是张艺谋拍电影，就是讲这地主嘛，娶七个某，伊还佫轮流呢。哎，伊一厝哦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迄个电影你有去看？伊已经别庄内底哦，有七个小姨，啊，一礼拜七工，多一个轮一工，啊，轮到这个小姨第二个哦，啊，第二间的迄个红灯吼，就升起来，升旗，哎，向国旗敬礼，啊，就升二，就哦，啊，就内底遐，即吼，即杂干啦，即工人啦，吼，即灯工啦，哦，即做事，哎呦，头家阴暗伫迄个。李太太啊，哦，啊，注意哦，唔免去遐插着哦，伊要办代志哦，哦，哦，你办代志哦，啊，食壮阳的才有法度，哎呀，老啊，老不休，嗯，哎呀，你们明仔拜山，哎呦，啊，第，跟那过第三第三姨太啊啦，三姨太啊，迄间啊注意哦，迄间扫清洁哦，边个袂使有酒哦，啊，过来迄个人袂使。我遐，哦，迄个，无咧，等咧，三姨太遐爱被叫母吼，迄个大家拢听着，歹势啊！啊，拜死完，迄个灯笼会刷来刷去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这张艺谋拍起电影咧拍中国调伫这个，哦，这个国民党时代，就是安尼地主做贿赂啊，嗯，地主在贿赂伊钱，伊贿赂，哦，伊说伊娶啊济，工人用啊济，遐哪来？伊钱遐哪来？啊，就是边啊，在佃农咧饲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坦白讲啊，这个社会，啊，咱若讲即马有良心的人看咧，嘛是会感觉同情吼，同情佃农，嗯啊，反正嘛会对，毛泽东出来革命啊，有无？唔知有人讲，你顶回那少年的时，那会去参加共产党？你若活伫迄个世界，吼、哦，
伊是你顶面当嘛好个人，因老爸做孙做呢做吼，啊、哦、做警察吼、哦，啊嘛伫当年的社会算好个人呢吼。诶、哦欸，你顶面一个较好个人的主题，啊伊的想法会较酌情吼、哦，啊伫读册时代会怎？哦，读共产党的是啊，较挖共产党，其实足正常诶。哦，小可有良心诶。哦，有伊，你的心内天平内底，还佫留下有迄个上帝的感觉，哦、有一个公正的这个感觉，你绝对会较同情这弱势者。哦，所以台湾日本时代，哦，足侪这个投入左派啊，左派这個、哦，有一派是投入台湾人爱反抗日本，这嘛是徛伫民族主义，这嘛正确，佫一派。伊就讲咧无够，你敢若台湾反对日本无够，还佫善用来反对好嘢人，就左派就安尼出来吼、哦。好，毛泽东一直行来到井冈山，已经有差不多要二十万的兵的时候，坦白讲，伊还佫拢咧武者啊，咧斗争地主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蒋介石啊，伊当作国民党佮当作洪水猛兽，咧妖兽骨，啊，这若互爬起来，唔则大家地主，大家讲要就种袂使啦，吼、哦，对杀，吼、哦。不是当去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吼，伊知影讲这不是办法了吼，因为这不是地主的对手吼，免啦，来创民族主义吼，伊才啊嘟嘟好，这别要天意啦，天意了日本你是怕中国啊吼，啪哦，讲实在日本占台湾去的时候，根本也无人咧出菜，啊，大清帝国灭掉台湾是讲这个所在鸟不语，花不香啊。你看要看这地凊彩嘛，要送你安尼啊！哦，看中国他有影重视台湾，伊真正中国开始听着讲，哇，已经拍来到哦，差不多北京附近哦，拢去啊，拢去了了啊！哦，才开始中国人开始淡薄有咧请，起来哈、哦。这咱哦下一段，咱继续哈、哦，咱休息一下，继续转。